大家好，我是 Trisha， 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镜报报道，阿仙奴、利物浦以及曼联都已经准备好报价求购宾福特的苏格兰国脚后卫艾朗希基。21岁的艾朗希基是担任边后卫，他已经吸引到上述几家英超豪门的关注。另外，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亦对他感到兴趣。艾朗希基在青少年时代勇敢决定离开赫斯前往博洛尼亚，效力两年之后，去年夏天就加盟宾福特。他在汤马士法兰手下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了。艾朗希基可以踢左右两边，亦已经为苏格兰国家队出场11次。在今年稍早的时候，曼城就曾经同艾朗希基传出过绯闻。喜欢这条片的话，就记得给 like， 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那我们下条片再见，拜拜。